最后呢，猪脚炖了四方炒，火也不腻。现在把那个猪脚放进去，煮了六成熟，再放四方炒。把它煮一下就可以了。今天晚上我们杀一个土鸡过中元节，我自己养的土鸡。这是自己养的。你看我们自己养这个土鸡，这个肚子啊就是紧。用虫菌炒土鸡，油呢用我们自己榨的这个茶油，山上野生的。蒜放进去爆炒一下，蒜皮，放点姜，放点食盐，这个土鸡肉就熟了，先把它打捞起来。把这个炒好的土鸡肉放进去一起炒，可以起锅了。好，这道菜就是土鸡炒这个虫菇。这个猪脚炖这个四方炒就熟了，还可以吃。吃菜，不过尝。